面请您欣赏相声《学评记》，表演者林飞、叶鹏，有请二位。哎，人都换一场，有一场接着一场，是都跟我说错了，这什么演员？一到了最后一句说错了，哎，紧张紧张，把我们这儿换下来，接着给您表演。换人。哎，上来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都得介绍介绍。哎，我叫李银飞。哎，是他。哎，我们两个人呢，搭档的给您表演。您看这个一场节目吧，捧逗。我呢？我叫李银飞。他。还有他。我们两个人呢，给您表演。还有他什么？说我名儿，介绍，介绍。介绍你呗，介绍我呀，你自己说，自己说，这不丢人啊？不丢人，不是那就你说名字有什么丢人？我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叫别说，真说呀？我还假说呀？这不还有孩子吗？我这名儿是马三克，是怎么着？我这名儿少儿不宜啊！说，什么？我叶鹏。还有鼓掌？你看一下，这底下他说肯定没人鼓掌。你要再助长这种歪风邪气，有报警吗？大侠，别歪风邪，怎么说我名儿的？报名介绍叶鹏，是吗？说实在的，嗯，没人知道。不是，我不是贬低你的意思。没人知道，哎呀，哥们儿，大家伙不熟悉，大家伙不熟悉，这我特别理解观众的心理啊。周六下午一点钟，让您到这儿听李云飞和叶鹏说相声，是吧？难为您各位，您都不好意思叫朋友，真的，我特别理解观众心理啊。这我都不好意思叫。哎，要不，哎，我有相声票，听相声，听点听点。谁呀、啊？谁的啊？好比说啊，啊。郭德纲的，嘿，小黑胖子啊！你是郭德纲，李大哥，去是啊！我也听，看看名人也是好的，看大腕儿，哎哦，哎，不，相声啊，听点儿去，听点谁的？这事儿，银飞的，你的。你先问我，周六还有点别的事儿，好、哦，算了，不去了，改日吧，改日吧，哎，哎，相声啊，听点儿去，听相声。谁的？谁呀？叶鹏的。我的。听叶鹏的。听叶鹏的。你们让我听叶，你让我听叶鹏的，你让我听叶鹏的。不是吧？我也忒遭人汗了啊！理解观众的，理解什么？咱俩就是一场，是吧？不听我也不听你，知道吗？不听你的评书，你知道吗？年轻演员没名儿，你说没名儿，正常啊，观众不知道，很正常。我知道就傻了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好好提高兴，那没有别的，那可不，说学逗唱不能功课，你把自己的业务弄好，先练。哎，啊，观众慢慢的就知道了。哎，当然了，嗯，演员条件不一样，那当然了，说学逗唱都练好了，不现实，不现实。哎。有擅长说的，对对，有擅长唱。那您怎么样？拿我来说啊，我喜欢唱。你喜欢唱？我喜欢唱，是吗？哎，尤其是咱们国家这个地方剧种。哦，地方戏，地方的剧种。听什么呢？我最喜欢的啊，我最喜欢的，嗯，赵丽蓉演唱的。赵丽蓉。哎，哦，就是这个丽蓉剧。你说赵丽蓉的时候，我就留神了。别来这套的，干嘛来的？就是评剧，评剧怎么样？评剧啊，嗯，我特别喜欢的，对对对。哎，我特喜欢。嗯，哎，这前面的都是说的。嗯，这么着，我给您唱段评剧好吗？好的。我自个儿答应他也不理我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对，让开呀，好，让开。
以后将如何结束，至少我们是一对情侣，彼此约束，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。别唱了，只要我们曾经相许过，对于我来讲已经足够。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，没愿你记忆中有个我。咱这是评剧啊，你们大伙儿，你们这是不是评剧？来，怎么上？停止！算我胡说。哎，评戏？什么？评戏？评戏？评剧？好不还听到我这？评戏？评戏？那玩意儿谁会？那玩意儿我也会，平戏两块没看出来吗？是吗？会的太多了。哦，这流行歌曲啊，地方戏曲都会。都会。哎，平戏咱也会。啊，是吗？平戏啊，特别的平，那个旋律呢比较平。是是。叫平。我明白了。那您这思路，那就是黄梅戏比较黄。黄不都没了吗？黄梅戏吗？这叫黄梅戏啊？叫黄戏呢，特别黄。不是平戏，不是平啊！不懂，人家不了解历史，不了解过去就是啊，就是这个平，平安的平，就是平安的平。为什么？就是腔特别平，哦，特别。过去全称叫平腔梆子戏，平腔梆子戏。哎，哦，决于1908年，哦，嗯，唐山地区，嗯，一种地方的戏曲是，哎，到现在也100来年了，对。后来有一阵儿呢，嗯，您北京不叫北平了吗？对呀，所以这个京剧，嗯，哎，叫评剧了。哦，叫评剧。哎，所以原来起源于河北唐山这个剧种呢，嗯，用的这个评论的评论。哦，加一言字边，哎，这么来的。嗯，这个评戏过去呢，啊，又叫半班戏。哎，叫俗了叫蹦门戏。哎，对了，对，行当不齐全。是吗？三小。哪三小？小生。啊，小旦。小笨就这仨，就这仨。哦，就由于这个行当的限制啊，嗯，又注定了，嗯，他只擅长表现，比如才子佳人啊，才子佳人，家长里短啊，哦，不这个事儿是吗？不适合表现两种题材，哪两种？一个是这个，嗯，大气磅礴的军事场面。军事场面来不了，怎么讲啊？你好比说啊，其他很多的剧种，嗯，都有三国的戏，三国戏好，三国的戏啊，你京剧，啊，你熟悉的来说，我熟悉啊，京剧啊，三国戏多不多？关公戏最多呀，关老爷的戏，战唐山，对，单刀会，哎，过五关斩六将，千里走单骑啊，还有那古城会。真熟悉啊！古城会，嗯，京剧关老爷对唱起来好听。是，这你会吗？太会了，会啊！啊，给大伙展示一下。我展示，展示，让我也唱一会儿。你唱，那是气唱。唱唱就会了。展示一下京剧，关老爷唱的推敲。哎，说实在的，咱京剧确实没有人家掌握的好。你展示，你听，怎么的这是啊？发愁。京戏的关老爷，京戏，平戏的关老爷，问吗？喂，平戏还有关老爷？不单你不会啊，都，因为平戏没有关公戏，他唱不了，哎，他唱不了，等会儿，他唱出来那旋律，你拿平戏一唱，这不像关老爷。我啊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什么？平戏快着人好，快着人偷嘴了，你唱关公戏一样，唱关。拿我这词儿问李安呀，他平戏唱，你行吗？不好听啊，试试，不能拿扇子啊，抄起手绢来就错啊！演你的念白啊，把头玉面带路。
他说老爷吗？不老了吗？他不适合表现。你刚才还说不适合表现什么？二一种啊，重大的政治题材。政治题材是吗？你好比说啊，过去有那么一个电影，什么？你要上点岁数您知道啊，叫这个《列宁的1918》，五连的那个。还五连那个，前五连那个，哎对啊，哎反映那个十月革命，十月革命啊，当时特别的火爆，都改那个，哪儿都改哦，哎话剧也改，京剧好像，京剧也有，是，评戏也改，评戏也改过，哎有一个小的评剧院啊，也改这个，怎么改呢？列宁在1918啊，办出来啊啊，一样，这话剧都一样，也是带假头套，也假头套。穿背带裤，背带裤，列宁，列宁，赖着背带裤出来。我操，懒着。十月革命刚成功，国库紧张，粮食空。我列宁，列宁，我命人瓦西里去弄粮食啊。天到了这般时候还不见回来，你说这是哪儿的了你？何林莫林公，我叫一声斯基塔列夫，要我上前听分明。是来，我命那瓦西里去把粮食弄弄。天到了这般时候，不见回城。此事我问过吉尔任斯基，他言说彼得堡的交通不便利，弄到了粮食没有车匹，没有瓦西里工作是一直挺努力，你就放心吧，我那弗拉基米尔一里起。哎呀，瓦西里还唱还唱，瓦西里出来唱啊，杀出了东宫圣彼得堡啊，瓦西里一路上我心死个滚油浆，好容易才把这粮食找到，见到了列宁，我来把令交，叫列宁您来瞧啊，抢回来粮食是好几大包，把粮食分给了男女老少，为了咱祖辈一握手啊，列宁同志，我们粮食给您了，能回来的哦。列宁特别的高兴，开门啊你！什么玩意儿？不适合表现这个，那是不擅长，不擅长表现这个，擅长表现事儿。小姑娘，小小孩儿，小姑娘，小这个东西哦，哎，才子佳人的好对象呢，加上一段这个啊，他擅长是吗？你好比说啊，解放以后有很多好的评戏，哪个？你像这个金沙江大，这我知道，也登岗那个。对了啊，刘巧儿，刘巧儿好啊，哎，快点人跑，你二嫂改嫁，这都是好。二嫂改嫁，你二姐都改嫁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二嫂改嫁。真像我们家事儿啊，真事儿啊！李二嫂改嫁，李二嫂改嫁，最好听的，刘巧儿，刘巧儿，亲奉下唱，对对对，小乔交线的一折，带奏带舞，唱起来好听。哎，这您会吗？这样啊，这我一招来稳，那怎么意思？你给我来伴奏，我不会啊，很简单啊，很简单啊，拉个牌子，怎么来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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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滴答，这你听我就知道了，行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啊，还有。我这一搭档你就哎，瞧着摆小竹篮啊，哎，这一会儿这解释的，哎，就这身子啊，看你不那么浪，你知道吧？你看就那么媚，就那么媚，没肉都快甩出来了，来吧，完了我呢，来啊，再拉上吧，哎。啊，不了。
这你这条寡妇嗓子在这儿尽量静你低一点，兄弟，你拿耳朵听，你冒了，你过了，知道吗？我就还在西直门了，你已经到车公庄了，你明白吗？我认为这吊门对于我是最低的状态。你什么意思？就救活一点，我得低一点，低一点，咱你就告诉低一点就完了。你比如我呀，正经跟老先生正经学过，是吗？学过小花脸的唱，嚯，哎，跟沈阳评剧院一位老先生，沈阳的，沈阳的，嗯，特别的喜欢我，爱你，哎，你小伙真好，党列精神呢，真是沈阳的，唱的也好啊，嚯，等往后啊，就别来了，别了，等会儿再来削死你。你不是喜欢，你干嘛不让来了？喜欢我的艺术，爱艺，我唱的是不错啊。老先生太保守了，保守封建是吗？我本来想跟他亲上加亲，嗯，我跟他攀门亲戚。不是您等会儿啊，攀什么亲戚啊？我想当他姑爷，当姑爷？对，那人事不能同意。这没有什么的啊，我也二十多岁，嗯，他姑娘也二十多岁，哦，情投意合，你们一块儿，又有这共同的爱好，哦，共同的语言也行。哎，他姑娘很喜欢我，也喜欢你，没有什么问题啊，就是他这个女婿反对，是吧？有爷们呢，有爷们您还勾着呀？咱可以等嘛？等什么等啊？老天没打死你就不错了。新北开一唱啊，唱学的，艺术学，哎，会唱吗？你比如说啊，嗯，活捉孙父，活捉孙父，小花脸的唱腔啊，唱起来好听，来一会儿，哎，唱起来这样的，嗯，有孙父你来打呀，都愁灯光，心思思一年年都是埋娘，抱死花身若柳，飞檐落掌绣花毛，沉玉容，吊倒了群草。
是巧计，我银器很灵啊，是指望娶到了家，住一个偏房，不料想他不愿，见不来马上啊，向亲举报，不相爱。生旦的对儿戏哦，对儿戏，对儿戏，这您行，这个啊，有一人来了，这一人了，一人来不了啊？你好，你说啊，哪出？演出这个杨乃武与小白套，杨乃武小白，杨乃武与小白套，这戏好，哎，这个啊，嗯，杨乃武自己在狱里边，嗯，他姐姐来看，看他了，哎，姐姐来看，哦，哎，杨乃武特别的颓呀。我颓废，我特别颓废。嗯，他姐姐鼓励他。嗯，记得你还得接着告状啊。对呀、啊，你还得写御状。我写御状还得告啊。啊，我这狱里边也没有笔墨呀、啊。啊，找狱卒借了笔墨。借笔墨，借笔墨。哦，我这遍体鳞伤，趴不了地上写呀、啊。啊啊啊！没关系，怎么呢？趴着姐姐背上写吧。哦，趴背上。哎，哦，就这么一句。这句行挺好。哎，您会唱，唱起来好听。啊，这个啊。我一人来不了，我帮忙呗。对呀、啊，我怎么来？你得来个角色啊？不会啊，很简单啊。你来个姐姐，没词儿啊，就一句，哪句？兄弟，你趴在姐姐背上写吧。我就把这说出来。哎，你说出来，正，那你从哪儿写了？很简单吧？啊，兄弟，你趴在姐姐背上写了，知道吗？淋淋那样，那怎么意思？那琢磨，那琢磨呀、啊。你现在啊，嗯。你满身的是什么呀？满身，兄弟被屈寒冤了。对呀、啊，你满身都是激愤呐，对不对？我怎么这么脏啊？我满身激愤呢，他老是满怀激愤。我这行，满怀豪情，满怀豪情，你这多变的情绪就有情绪了，没演了是吧？哎，对对对，兄弟，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，怎么样？音色对，音色对，表情不行，不都挺狰狞的吗？狰狞不行啊，怎么意思？眼含着泪，当着兄弟不能哭啊，眼泪在眼圈里打转，还得含着，你再往上翻翻着，别掉下来，别掉下来，说这句话。兄弟，兄弟你要趴在姐的背上写吧。是吧？表情差不多啊。音色也差不多了，对，趴呀，趴啊！我真往台上趴呀，这就不错。你要真的那个戏曲舞台上啊，这个旦角演员说完这句啊，嗯，兄弟，你趴在姐姐背上写吧，然后呢，一撩前襟，扑通跪地上，跪下，当一趴，娇声在这写，啊，真这么来？对啊，哦，分到你这儿，你念，你就要不然我也。我还是趴桌子吧，你讲讲话呀，讲话讲话呀，他得趴着趴着，你就告诉我呀，这是怎么样？兄弟，你就趴着姐姐背上写吧。姐姐啊，你压我笔了。兄弟，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。还有纸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挺好挺好。你纸拿去了，兄弟。挺好挺好，挺好挺好，挺好。哎，那说，再来啊啊！兄弟，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。堂堂堂中堂，一根龙龙的堂。故事发生在清朝末年。这事儿吧，谁让你介绍故事？我怕大伙不熟悉啊。都说杨乃武小活菜，不都知道吗？还上稿啊？唱戏唱戏啊！烦死我了！死了不回我来，再来死来！兄弟，你就趴在姐姐背上写吧。姐姐，你都快遭雷劈了！唱戏唱戏啊！来。
情这么香，古群古叹去，术士鬼杀人，胡着眼，瞪着群叉江南郡，不知叹。